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雄鹿 VS 老鹰，北京时间6月26日，老鹰 VS 雄鹿的 G2 打响，首节打完雄鹿领先老鹰6分，次节开场雄鹿将分差拉开到了12分，随后雄鹿打出一波20-0拉开分差，单节43-17拉开到32分，雄鹿77-45领先老鹰32分。开场杨尼斯就冲击老鹰内线，滞空拉杆上篮，引发全场沸腾。字母哥前3次出手都突破到了篮下得分，看起来字母哥没有被老鹰的罚球超时秒盘外招所影响。首节字母哥拿下9分6篮板3助攻，特雷杨首节打满了12分钟，5中3，3分2中0，拿下8分2助攻1篮板1抢断，他的3个小抛头都稳稳命中。不过首节老鹰的关键先生的加里纳利与路威这两人登场，才将分差缩小到个位数。特雷杨次节开场休息了3分多钟，老鹰的伯格丹连拿5分，原本态势不错，可老鹰突然出现了2次低级失误，波蒂斯抢断了发球在篮下得分，康诺顿又中3分，波蒂斯也中3分，雄鹿又将分差拉开到12分。老鹰立马叫了一个暂停，特雷杨被替换登场，暂停后波蒂斯空切再拿2分，赫尔特命中一个3分球，字母哥篮下再打卡佩拉命中，特雷杨也中3分，追到只差10，霍勒迪一条龙上篮命中，大洛隔扣卡佩拉也来，随后还大冒了特雷杨的抛投，大洛与波蒂斯的积极性引来全场狂躁，米德尔顿抢断完成一条龙拉开到16分，暂停后大洛命中3分，霍勒迪抢断一条龙命中，老鹰这边就是失误加失误，字母哥突破助攻，大洛篮下轻松出手拉开到24分，赫尔特又是失误，幸好字母哥3分不中，霍勒迪3分在中拉开到29分，特雷杨继续打铁，霍勒迪又是快下爆扣分差31分，柯林斯终于得分了，打破得分荒，之前雄鹿打出20-0的高潮，特雷杨3分继续打铁，塔克保护篮板被犯规2罚1中，霍勒迪拉杆上篮打成2+1拉开到32分，特雷杨3分7中1拿下13分2助攻7失误，全队只有他一人得分上双，雄鹿这边字母哥17分7篮板5助攻2抢断，大洛13分2抢断1盖帽，霍勒迪19分4助攻1抢断盖帽，米德尔顿9分5篮板6助攻，雄鹿半场3分18中10。闻言小白，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，谢谢。